我真正是，真正是，真正是，欣赏台湾的大家，所以我要甲大家保护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川的大妹，好大妹好，哎，我今嘛真正真正是，非常的生气，卖生气，卖生气。大事就是安尼，回来日本已经是半年左右了。我在 Facebook 上面呢，常常跟大家说啊，我是要吃台湾的物件，我是要吃台湾妈妈的料理。吃到现在，台湾的火锅，台湾的过年的新年的年菜呀，打点滴的方式也可以来。然后这样讲了之后，你快你，你做的代志试下，丢你滴我的。粉丝团，好啊，就这台湾美食的照片。然后新年的时候的大家的真的很过分，一大桌的台湾的年菜，真的是超贵。你有收过我的新酒不？不是新鲜，嫉妒。已经羡慕死台湾的大家了，那就我差不多可以不活力。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人家就是让台湾的大家羡慕日本。卖分哇，系列就是离开戏，因为现在是我没办法回去台湾，所以我羡慕死台湾的大家嘛。大家因为现在是没办法过来日本，那就我想办法让大家羡慕。谁说幼稚？那么今天介绍给大家日本好棒棒的地方。第一卡，请大家看这个对面者草莓跟沙香葡萄。日本有这多好吃的水果，这大粒、大颗的草莓，你羡慕了吗？羡慕了吗？酷！台湾是水果王国，感觉上大家一点都没有羡慕的感觉。下一卡，你看这个丢。下雪，台湾的大家大排长龙，塞满了车来看下雪，对不对？我老家最近呢，下了两次的雪，我可不是，我真是扛不起啊！而且大家知道吗？下雪了之后呢，会结冰嘛。我家住的地方叫做东村山，所以呢，我家就有非常长的斜坡，那片每次都会结冰，简直是个。杀人的凶器，知道吗？真的，这样斜坡嘛，然后突然的转弯了，然后再来斜坡，所以人都不知道我们家的路的。砰！再见。安卓，有新鲜话不？阿贝。那么第三个，迪士尼还有宫崎骏美术馆。哎，我住的地方呢，东京嘛，而且是离三鹰，也就是那个宫崎骏的博物馆很近，哈哈，所以可以带不起去三鹰迪士尼，哈哈。来了，最近就是这个疫情的关系，连去附近的超市都怕怕的，怎么可能去那个人挤人的地方？所以我们都没有去，但是距离很近，虽然没办法去，但是跟大家比起来，迪士尼跟宫崎骏博物馆的距离是近的。羡慕了吧？第四卡，公园很大，你看这个，你看东村山好厉害，公园这么大都没有人，不用担心社交距离，真的没有人到让人担心的程度，好大自然哦。大楼没有，有山，年轻人没有，但是有老人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很多，人很少，但是有很多的礼貌。你看空气这么好，看着天空啊，满满的星星耶。因为没有大楼，没有很多人的关系，所以天空看起来这么的大，这么的漂亮。为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湿湿的不是眼泪。我家乡下雨雨，吉吉万拉布吉，跟大家说早安高赞，我还要 Good morning， 猎桃，哪里啊？但是因为是这样子乡下的关系，对不起，小朋友来说是好，那这个是认真觉得，羡慕吗？来呀，来看看，来就看看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来就看看吧，大家。对。
对，嗯，没错，非常非常的呢，嗯，买东西什么就非常的辛苦。那么下一个，日本有很多的美食，或者也米家美食，大家有兴趣对不对？但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，没办法去很远的地方然后吃美食，所以对，没错 ，Uber Eats、ワングエウロン麺、麦当劳、ココイファンウカリ、ファイウェラン都有。但是这一些东西台湾也有啊。对，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，我家附近非常好吃的印度咖喱，而且是三家。羡慕了吗？啊，有新鲜味了，对不？不急，怎么办？大家没有羡慕我。大家下一个就是第六个，想要让大家羡慕，就是日本有非常非常多的职人。職人，我知道台湾的很多很多的职人，但是日本是更多。日本真的是各种行业都有职人，在日本的话比较容易可以买得到历史证明的好物，这个是不是有羡慕？这个是不是羡慕？不仅只有一年的历史而已，但是那些职人是真的是手上有60年、70年、80年的人也有。这样的东西可以买，就是日本的幸福。我们真的是尊敬他们，而且真的是佩服。那么今天也是介绍给大家，真的超厉害！日本接近100年的丁金公司做出来的非常棒的道具，他们做快接近100年历史的道具就是这个。对对对对，这个 Petit Body 指甲剪。等一下，笑什么？不礼貌。而且呢，这个名字跟它有关系哦。不然你看，爪切り、プチ。这个プチ就是我家的プチ一样。你看过这么帅的指甲刀吗？不要小看道具这个东西呢，因为是菜刀100年可以嘛？那当然是这个指甲剪100年，当然可以。嗨，稍微介绍给大家一下这家公司。这家スワダ1926年开始经营，所以今年已经有96年的历史，真正的老店。这个スワダ就是株式会社スワダ製作所，就是日本的燕三条专利，日本的职人春秋公制作的公司。你看这个照片超帅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个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，他们也有做这个大的呢。帅，然后这个直脸做出来的道具，他们说最难、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在这边合起来的部分。这个大的也是，看一下这个前面，这个非常漂亮的合起来的部分，这个一点都没有细缝，然后这样子可以完美的合起来。这个地方可以做的人不是一般般的师傅，是这行超过65年的最资深的师傅在做这个合刃的工艺。他们的这个工厂是这样的地方，非常舒服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是可以参观哦。我们用看看，为了今天留下来的指甲，やばい。这个真的超厉害，捡起来真的是呢，用好的道具的感受得到，真的，就完全不懂的东西。那种便宜的是叫，啪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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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解释。但是这个很像是一个形式一样，而且是这边一点都没有那种裂开或者刺刺的，超级滑。哎，剪指甲的时候，那剪完了之后呢，有人是用那个做刀，对不对？他们不需要做刀。我改过者。やばい。而且他的声音大家听到了吗？很低的声音了没有？然后他们是建议的事情是不要一次剪的太多，剪的太多的时候呢，指甲那边有可能是破裂掉嘛。这个是一般般的剪指甲的时候也一样。然后他们的这个スワダ的指甲剪，他们有终身保固。那如果是在日本的话，我们直接寄过去他们那边就可以帮我们打磨。台湾也是有スワダ的总代理，唯独他们的话，他们帮你们
寄过去，然后直人一卡一卡把你打磨。是可能见到是道具，就是一辈子的东西嘛。所以一辈子可以用的指甲刀，你买了这个，你的后面的一辈子都不需要买指甲刀。不要弄不见，就多年使用的话，一定会有那个不利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直人会把你磨成新的一样。然后这个斯瓦达的指甲剪，不止我说很厉害，木村拓哉跟福山雅治也是他们的铁粉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我现在用了这个，所以我跟他们是同样的等级的。我就是东村さんだ木村拓哉，不用叫我伊库老师没关系。东村さんだ木村拓哉。然后补充一下，这个小只的不剪，大只的比起来比较简单适用嘛。所以，小朋友学习剪指甲的时候也是非常安心。他们本来最有名就是这个剪刀型的指甲剪，这个是他们最出名的。但是这个指甲剪是，有人是不习惯嘛，还有小朋友也是有点太大了，所以他们是设计出来的这个前行指甲剪，还有传统按压式，这个两个优点结合起来，设计出来又真的又可爱又好使用的 body 指甲剪，真的很帅。然后盒子就是这样啊，大家也是，如果是对这个指甲剪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参考下面的链接啊。如果台湾的喜欢道具的大家，推荐他们的好帅气的照片，就介绍给大家一下下，这样。嗨，大家，这个羡慕到了吧？但是其实这个也是在台湾可以买。嗨，那就这样子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然后请大家多多订阅、关注、分享、订阅、请按赞，然后分享。我有 Facebook 粉丝团，也有 Instagram， 请大家多多追踪一下。然后我有两个副频道，频道一个是我碎碎念的，另外一个是普奇跟我的生活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也有最近开始的官方 LINE， 这个也是请大家多多追踪一下。这边的话呢，大家如果任何的想到的问题可以问哦。OK， 那就这样子啊。对了，这个世界的状况如果是变成之前一样可以自由旅游的时候，大家是想在日本做什么呢？还请大家写写留言区那边。那么大家下一个影片见喽，拜拜，加油。